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小伙伴们应该对万达帽都不陌生吧？万达帽集吃喝玩乐于一体，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城市，可以说是相当便民了。不过小伙伴们见过青花瓷样式的万达帽吗？瓷器历来是中国的象征，以至于外国人都用 China 来称呼瓷器，因此瓷器不仅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和装饰品，更成为了中国风的一种体现，尤其是青花瓷。而位于江西南昌九龙湖新区的万达帽之所以建成青花瓷样式，也正是为了凸显出浓郁的中国风，在给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，也让顾客充分感受到中国风的魅力。据了解，这是中国第一座青花瓷建筑，总的建筑投资高达400亿元，历时3年多才完工，集万达海洋乐园、万达电影乐园、万达购物广场等为一体，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，由45000块瓷板拼接而成的26个青花瓷罐子组成，罐子上面的绘画无不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并且每一个罐子都有着独特的寓意，如富贵花开、年年有余、金玉满堂、福寿绵长等等，充分展现了江西千年瓷都的风貌，也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。不过在感叹万达帽大胆创意的同时，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无法接受，甚至有的网友表示这些饭碗都长得一样，进去迷路咋办？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